你炸弹，炸弹一张牌了，不要，你炸弹 ，pass。 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除。对五，不要。对十 ，pass， 挂。顺子，不要 ，pass， 五。 挂，小王，我又两张牌了，小心点儿。炸弹，pass， 挂，3带1。哇哦，1万个豆子。 来一把狗头人！哎呦我操！有无灭我就 A 他一下。 还好我躲开了。平 A， 有不灭，炸！我们即将迎来清算。 哎呀，好疼啊！炸！我决定不学枯萎。炸！ 哎，你一下！把他盾给他打了。唐囊，快来！他说我是虫子，我才不是虫子呢，你是虫子。他叫你呢，你快点过来。 炸平A，往前走平A，接个头，闪现了，起跑开起来，哎一下跳一下，快跑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疼疼疼疼！哎呦我操！嗯，呀，少了12层，那能行吗？ 快快快快快！螳螂，快来！螳螂，快来！我给你留个枯萎。我12层啊！我12层，我12层。我还是炸吧。给你给我杀了！漂亮，螳螂，再来一下！烫死了，烫死了，烫死了！
我们走了，回家了。其实我觉得我也应该带个传送。A 了我一下，我先来个西地海。便宜，他好幼啊，他两个红宝石，我这怎么敲不动呢？我十二层啊！哎，别没呀、啊，别没，别没。别没，嘿，嘿，我操！我不灭 A 一下，枯萎开道，平 A。往他前面走啊，省得他撞飞了。好，十二层，枯萎，十二层，炸 ，Q 一下，先跑，别急啊。再 Q 一下，枯萎，平 A 炸，平 A， 平 A， 闪现了。你的内脏将用来占卜。十二层，炸，走了。谢谢机器人的飞机，谢谢。别看我是机器人的飞机啊，感谢机器人。今天大菜狗没来呢。我度过了许多岁月，先来个耀光吧。石头人辅助，行吧，没得关系。必须一直掩埋。蓝不太够用，现在。安静的去死吧！炸，平 A 空尾 A Q， 平 A 开大，平 A。抠一下，平 A， 抠一下，平 A， 炸抠一下，枯萎，给不这个？这给了没？有人看见给没给？你们没有来世可言。怎么有点卡呢？没给啊，赛恩的尸体不算，有点烦呢。你们的灵魂将会被女神称量。这干啥呀？这是？感受到了吗？变回尘埃吗？抠一下。再抠一下，枯萎，炸！抠一下，十二层，奈斯啊！别跟他打了，哎！他一个死人，你说你还不放过他？吃他几层塔皮吧，
三人疯了。哎呀，我想扣那个炮车，你说你像个精神病似的。好的，别来上路啊，大哥！啊，我的小兵！没有黑暗，就没有破晓。我的小兵啊，我日你大爷！你去中，你去中。你去中就完了呗，去趟中路。是无忧且垂死的星辰。很快，这儿就是两个岩烧宝石，主要我们是为了吸地。这也不是唯一被动，没关系。我已守候了数个世纪。走，打石头人的。你必须终结。十二层。上线开抠，你们的精神隆重防御塔镀层即将要脱落了呀，镀层。龙女可挺吓人的。我抠死你。叠了一万年，发现队友二十了，不能不能不能，也就下路稍微是劣势那么一点点。这把我们出分离者，我就不出那个什么了，我就不出三项了。去趟中路看看什么个情况。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。渡万年，终一
化为尘埃。枯萎。哪那么多技能，我靠。怎么这么多闪现呢？打一个闪一个，我操！有点难搞啊。看来这一把不能一直 Q 了，我们一直 Q 可能是要没了。这永恩打人也挺疼啊，哇抠，既然你不让我抠这个，我就只能抠野怪了。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，看看啊，这边可以打一手，来来来来来，枯萎，抠，哇，赛恩还得被下当呢。看来不行了，这得回家了，这回家守不住了，我操。我先把永恩杀了，枯萎，凋零，上路再去一波啊，不是下路啊。枯萎，枯萎，抠，哎呀，我操，我的十二层啊，真他妈的是抠，再抠，枯萎，怎么枯萎才这么点儿？老抢层怎么整，很烦人呐。不过我们已经六百层了，快，挺好的了，已经很快了啊。再见，我溜了。
之间存在着不朽。先来个冰心儿吧，再来个振奋。看看这波是手中还是手下，这赛恩已经开始拆了，一顿拆的呀，我们家枯萎。枯萎炸开大扣一下，再扣一下，再扣一下，枯萎扣一下，炸接扣一下，平雷接扣一下，接枯萎炸接扣一下。你没大吗，小法师？石头人跑得真快呀！走，小龙。起跑一开大扣一下，枯萎扣一下，谁的小龙？靠，对面的小龙。这永恩一回来 ，surprise， 枯萎扣一下，哎呦我舒服。哎，这又来一个，又来一个。这是徒劳的，枯萎炸开了，扣一下，扣一下，扣一下，枯萎扣一下，炸扣一下，扣一下，枯萎扣一下，炸扣一下，啊，扣一下，扣一下，六六六。抠一下，没长成，可恶！是一位严厉的女人，回家了。我无敌了，走走走走走，别搁那装杯了，一会儿死了。来个谢手。往事是描绘着。十二层枯萎炸扣一下，扣一下，打大龙，打人。大枯萎炸闪现扣一下，枯萎炸扣一下，扣一下，扣一下，枯萎扣一下，哪来个龙女？哎，软弱无力扣一下。慌的看看那龙女上哪去了，啊，你们的精神空洞无比，我上了塔拔了。
我要是狼一波，这波我就跟他打。我们要是不想狼一波，这波就算了。我决定还是算了。嗯，什么意思？度万年如一日。啊，这野区来了，老头子呢？疾跑开起来，枯萎炸，抠一下，抠一下，枯萎炸，抠一下，抠一下，枯萎，抠一下，抠一下，炸，抠一下。了，真他妈的，真是控制真多！哎呀，看来我们需要一个实线鬼板脚。刚才没有卸手，人太多了，嗯，人太多了。四个人打我一个，那减速控给我一顿控，那不行了就。闪现了，水银鞋是没用的，他们家都是击飞小龙。呀，龙魂了。AD 其实没啥伤害，枯萎炸扣一下，扣一下，开大，枯萎炸扣一下，平 A 接扣一下，接扣一下，枯萎不行了啊，这得撤了，溜溜溜溜溜，炸。这又三打五啊，还行，一万二三打五可以接受。我去回点血，死亡祭祀就要开始了，你的内脏将用来占卜。蓝盾也行，其实没关系，他们我估计以他们的智商啊，不太能去打大龙。抠一下，这他妈的人儿真多呀！啊，人儿是真多呀，你们呀，这给我一顿溜啊！三人把我一抠，石头人把我一大，永恩把我一 R。 水银鞋呀、啊、没有用，那都是击飞，水银鞋有啥用，那永恩也是击飞，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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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这是禁锢，那是减速，没啥用。其实那螳螂伤害那么低，你要非得要换水银鞋也行，我
这都无所谓的，我看看啊。嗯，我是真是得来个石像鬼，这样在墓穴中沉睡。我先去大龙插个眼儿。没有黑暗，就没有。我跟小法师全得叠扣。我们俩全得叠扣，我马上一千扣啊！来，来跟我走。天空是无用且垂死的星辰。枯萎着，扣一下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哎，他怎么跑那么快呢？啊，风龙龙魂，我说的吗？他们家也就一直啊，就三打五啊，三个人打五个人，三个人打五个人，你们都不敢出来啊。湖北炸开大，扣一下，扣一下，我起跑一开，湖北接扣一下，扣一下，接扣一下。三百五，就给我杀的石头人儿，给你们扛着塞了。继续猜呀、啊！谁死了？小法师死了。哎，没关系，我们撤，可以去远古龙看一看。那咋这么烦人，就非得要死一下的。快撤，石头人来了。谁死了？善人死了是吗？远古龙没了就记。看看对面打不打吧。反正他们也用不上。远古龙加大龙。双龙两分钟，哎呀，度万年如一日，
我感觉我们得去单带一手了，现在必须得去单带了。没关系啊，我们直接下路单带，给了，把对面的 buff 给他拖一手，让对面回家，逼对面回家。给了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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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了，给了啊，别守啊，别守，千万别守，给了，不要了。这回得回家了。美丽西呢？怎么死了呢？枯萎炸 Q 一下，那么 Q 一下，那么 Q 一下，枯萎炸 Q 一下 ，Q 一下，枯萎 Q 一下，石像鬼炸 Q 一下 ，Q 一下，枯萎 Q 一下，炸那么 Q 一下。全死了，全死了，也推不了啊。还行啊，这边双龙会守出来了。我度过了许多岁月。没装备除了。有些事必须一直掩埋。你装备没提升了，是那怎么办呢？那没办法啊，那鞋也不能卖啊，卖鞋不更让人遛狗了吗？空位炸 Q 一下 ，Q 一下，开大 Q 一下，空位，我石像鬼炸 Q 一下，空位 ，Q 一下，炸，空位 Q 一下 ，Q 一下，空位炸 ，Q 一下。要杀我失败了，我有老头蟹手加石像鬼，想杀我们肯定是不行啊。扛着拆了吧，我这抽塔很疼的。投降了，我们还有老头儿，挺好，我们有个老头儿，这把主要是。